来自卯宿星信息。关于变革之风，动力十足的十一月。通灵，克里斯丁。传导者的前言。你好，我向你们每一个人致以关爱，并庆祝我们星球正在发生的巨大变化。我们每个人都在为这个神圣的时刻做准备，我们正处于这一神圣发射的风口浪尖，这将使我们整个地球平面进入下一个巨大转换周期。我们已经正式地开始了另一个具有更高意识潜力的时代。无论你现在发现自己在地球上的哪个地方，随着幻象之墙开始粉碎所有一生中一直将第三维度固定在适当位置的旧障碍，都会有一种额外的强度。当地球的时间线瓦解时，我们将面临快速的变迁，创造一个巨大的孕育。这个月会有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准备好迎接未来几个月到2025年的加速变化。你们都可以预期一连串的极端强度会加速，因为进一步的电磁波光之流会涌入地球。这种超光的电磁波频率会影响我们每个人的细胞层面，改变我们的潜力或能力，让我们能超越自我意识来感知现实。在这个月的时间框架内，我们每个人都被呼吁稳定在与我们心灵空间的连结之中。我们已经正式进入卯宿星人所说的地球星曙光的下一个阶段。过去这几个星期，我进入了一连串未知的、强烈的光之意识漩涡，在那里我重新与自己更高的元素频率连结。放手是在这些空间里航行的唯一选择。透过打开我的意识，运用有意识的呼吸在当下调整，在我的全心信任当下，这就是我所做的，并非试图了解这个未知的领域。我全心全意地投入成为这个正在展开的能量，同时也知道自己过去、现在都在我内在的每一个层面上重新定位。我们都已经准备好迎接这个时刻。请记住，自我头脑不会也永远不会理解这个过程。你的多维之心是你此时唯一真正的参考点。我专注于为每个人提供一个稳定的平台。在放手的行动中，我成为此刻我应该成为的一切。我们可以一起放手，让这种转变和转化发生。带着爱与祝福。来自卯宿星人信息。问候，亲爱的伊们，神圣的人们。一场光之海啸正进入地球，冲刷整个星球，解开已经锚定、埋藏在你们地球位面上一生的古老密度。要知道，即将释放出进一步的强度，这对地球上的许多人来说，将会是巨大而全面的。作为一个有意识的觉醒者，你要在这个动荡的时期发挥保持心中频率稳定的作用。你的心之空间是一个多维的工具，当你选择有意识地透过你的心对其和锚定时，它扮演着至关重要作用，转变成自然光之平台的角色。在这个时刻，你必须启动你心灵的纯净平台来支持地球的转变。这是你们这次使命的一个重要面向。静下来，在片刻保持安宁，让你的心的多维功能开启。你们集体心灵的独特频率脉冲的传输，将为地球的成功转变建立一个强大的基础。请记住，你们人类的形态将成为地球上意识连结的最终转移者。我们见证你们，并以集体频率支持你们下一步的使命。这个月，变革之风再次吹过你们的地球。然而，他们现在却带来了比以往更完整的神圣蜕变本质。
预示着人类预定的意识巨大转变。这些变革之风注定会产生光之频率的加速，每天都在建立，在多维层面上建立人类内部转变的巨大可能性。随着这些风开始加速，它们将为扩大转型变革带来更大的潜力。调整你，支持你实现真理，发挥你独特的潜能。这些变革之风的目的还在于在地球上锻造出一种广阔的创造频率之流，它将注入整个地球的能量网格线，从而改变地球的能量旋转之流。这将消除你内心中的时间幻象，将你的意识和觉知重新定位在高度提升的意识空间之中，使你能够从另一个真理的接触点开始发挥作用。这种扩展的频率之流，当它与能量网格线混合时，将导致在整个地球平面和周围开放的更扩展的纯净创造能量网络的诞生。这种纯净的流动将开始在磁心内充分参与，产生一系列多维脉冲波，将在整个星球上荡漾。这种流动将从行星内部发掘出进一步的密度。你可以期待在第三维度层面上发生巨大的变化。这场戏剧性的事件将在你们星球上的国家、社区、整个世界中愈演愈烈。你的角色是放手并相信这些正在展开的时代。花一些时间投入你的多维之心中。你可以选择透过保持你的内在意识稳定来改变世界。无论在幻象的戏剧中发生什么戏剧，或正在你周围展开或创造什么，这些持续的强烈涟漪阶段将不断释放出高功能光之意识的波浪。每个单独的阶段将形成一系列进一步的光之意识神圣网络，这些将改变你内在意识的现实。这种快速的变化和转换注定会把你带入一个未实现的自我层次体系。对于那些走在觉醒之路上的你们来说，现在正是这种自然展开的时刻。这是一个放手并让自己重新想象的时刻。这个即将到来的时刻，对于你强大的转变来说，是一个无与伦比的空间。当你进入2025年的新年频率时，注定会继续进一步加速。在这个从居住宇宙中的更高领域降临的多维频率设定中，你们的星球也即将在维度上完全重新设计。整个新的竞技场、频率领域，将随着一系列替代现实空间的重新开放而显现出来，然后同时在地球内稳定下来。一系列这些神圣的竞技场，它们是纯净原始意识的有目的的空间，将再次向你们这些准备好返回的人开放。当你进入并体验这些纯净的意识空间时，你注定会被同化并被引导进入一个更完整的自己神圣定向空间，并且你将自动锚定在三维戏剧之外。这些转变旨在加速您的意识，使您能够完成任务的基本级别，并让您直接重新调整以实现更高自我功能的体验。透过这种返回的纯净之流，将会释放一系列光印代码，这些光之代码将重新排列您 DNA 链的各个方面。这个设计的唯一目的是支持您重新发现自己，引导您实现神圣的振动频率。现在是你重新获得这些能量的时候了。它们的作用是揭示你的镜像，你独特意识的巨大图案印记，一直透过双螺旋振动运动保留在你体内。你体内这些螺旋状的流动，一直处于休眠状态，将透过纯净意识的降临流动，透过你重新活化。你的神圣系统被设计来做出反应，就像打开电灯开关一样。
你的意识和觉知将会被启动和活化。你的大脑突触、松果线、脑细胞都会被电磁化，进入一个完全替代的意识领域，因为你的整个系统将被纯净的光注入。当纯净的意识之流降落在地球上时，你将被恢复，重新磁化。要知道，可以期待在这次发生的事件期间，你可以期待突然的启示会在你内心复原。整个过程可以比喻为神圣的自我复活，您会有意识地重新启动自己。这始终是你的觉醒注定要展开的方式。这是一切都注定要转变的时刻。一切意味着你自己有潜力认识到你在某个时刻发生的独特真实性的真相。你们被要求做好准备。这意味着你需要有意识的选择，对自己回归之旅的渴望敞开心扉。明白真实的自己与下一刻意识到、体认到自己一直是谁之间没有任何关系。在这个非常极端和紧张的时期，允许不断更新自己。我是 IAM。 这个字承载着将在你内在发生的整个转换过程的能量的真理频率。在你们的语言之中，除了我是这几个字之外，没有其他字可以反映这种转变的真相。您的心脏细胞自然会对我是一词产生的频率做出反应。每次你锚定这些单字的频率时，心脏细胞就会像太阳开放的花朵一样开放。您语言中的所有单字都会产生震动。我是这个词在你在地球上使用的非常有限的语言中创造了最清晰的真理震动，让您的心脏细胞为这个巨大变化的时刻做好准备。拥抱这句话，常常锚定我是。感觉看到或感觉到你如何透过在你的系统中锚定这些活生生的真理频率而变得活跃起来。我是。静下心，静观其变，体悟自己，现在就是时候了。我们卯宿星人见证了你们创造自己有意识的觉醒之路。祝福。我们是卯宿星人。来自卯宿星人的祝福。谢谢收听。感恩祝福。